Welcome to my crib。现在呢，我的行李和东西都已经搬过来了，还有几件家居没有到，想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的情况。虽然是非常非常的乱，所有东西没有整理，等我家居搬齐了之后再录一个 room tour。这个袋子是 Yibing 今天领的球员礼物，再来看看有什么吧。现在我家里还没有椅子，所以我只能坐在地上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年2023年美网的球员的礼物。我记得去年他们是一天只能领一个东西，今年是一大袋子全部都给你了，比去年更 generous 了。这个 Longchamp 的包包前有一个这款，刚换掉的就是这款。这个 Longchamp 包它是非常的，我之前那个包大概用了三四年吧。这是一个超大的包包，还有袋子是可以斜挎的。他家的这个托特包是非常好用的，然后一个 US Open 的帽子，然后有一个防晒霜，然后有两个 Tiffany 的东西，我可以打开看看吗？用你了。我很好奇它这里面是什么。哎，这个不就是去年那个手链？但它换了一款。对，去年美网第一天的礼物就是一个差不多这样子的手链，今年直接一下送两个。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很大件的东西。哦，这是一个 Theragun， 这叫什么来着？一筋膜枪，迷你版，是不是运动员不太够用啊？这应该是香薰，这个可以用得到。之前我有朋友送过一个这个牌子的东西，这个是 Diptyque 的四个蜡烛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热带雨林风的 Hawaiians 拖鞋，但是这个35-36，我们俩反正没有这么小的脚。可以送一些较小的同学。件 T 恤不太看得清，这个就先不拆了。这是一个速干的彩色的毛巾，然后这应该是一个钱包吧，就是那种放卡比较方便的，不知道 Vivian 会不会用。哦，这个好，这是一个 Bose 的音响，因为之前我就想给他换掉他现在的音响，然后他们正好发了一个。然后噔噔噔噔，这个我其实没有太搞懂，类似于眼罩又不是眼罩的东西，它就是一个重量，它的名字叫 weighted blanket。 然后最后一个呢，一个$100的 Nordstrom 的gift card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2023年的美网球员礼物这一块做的确实很出色，把剩下的东西收一下。家里本来就够乱了。